中华书法博大精深，一个字有多种艺术魅力，各种写法都表达了书法人多种的情怀。我用几种写法为大家写一个福字，我用行书的写法为大家写一个福字。再用隶书的写法给大家写福字。下边我再用草书的写法为大家写福字。下面再用篆书的写法给大家写个福字。这是福字的几种写法，在书写过程中各有各的不同的特点。